你啥拢袂当，赶走谁人离开？曾诗诗，你礼拜要从啥？出去。总经理，我是徛伫公司里面，我才入来，因为我看到你，甲你乌白甲人开赌啊。我哪有乌白甲人开赌？是这个赵丽，居心不良。我叫你离开，拄啊好尔。居心不良，你讲的是几杯茶啊？那真正是，我感觉足好笑的。刘代理总经理，你即马是唔敢林总想要泡几杯茶是吧？我。这段时间，小安在你的身躯边做工作，遐尼认真，你拢无发现啊？即马把人凊彩塞弄两句啊，你就相信？这真正是你的作风呢？曾诗诗，你讲话真正足硬声的呢？啊，无安尼啊？你家迄杯茶啉落去啊？啉就啉。虽然之前我唔知影周翔安做过虾米代志，互恁大家先入为主，认为伊一定犯错，就要甲人开除。啊，不过安尼做，真正对伊足无公平。真真，这是我的公司，我想要开除谁就开除谁，甲你有虾米关系啊？你唔免伫遐出声咧，总经理。你之前是安怎用周小兰这个原因？我想你心内真清楚，我真正就歹势伫大家面头前讲出来啊。也毋过，既然总经理就决定要用伊啊，想怎子嘛？敢为着一寡莫名其妙的原因要甲伊开除啊？你安尼做根本就是无理取闹，是触犯劳基法啊！伊就是不识人，不识人，嘛请你提出证明啊！公司有真侪员工，互你乌白开除。有人去检举啊！公司即马在为着这件代志接受调查，你敢确定？你敢要继续安尼乌白布落去？上一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的物流网站电子商务业绩逆势成长，成长三成。真好，希望曾经理会当继续保持落去。那不是总经理夫人讲，因两个人捌做过翁仔某。真正阁完全看袂出来，无怪曾经理之前会知影总经理无认真喝伊咖啡。即摆曾经理带了业务直播，替大家赚着奖金，咱大家唔得爱甲掌声鼓励一下。曾经理，你即摆真正算了做好诶。无啦，这是部门所有同事大家做伙拍拼才有结果。客气啥？总经理真罕来甲你学了你诶心情咧。